咱来有伫厝吗？因的田伫遮。阿姨上啊！没听到。阿姨上啊！常常访视的时候，都会人不在家，这是很正常，我们也不会怎么样啊，就习惯了啦。然后这个也是在借势练心的，这是让我们知道说啊，都是爱有耐心啊，因为他就知道我们师姐今天没碰到人，改天还是会再来啊，我们也不会放弃他，对啊。哎，我若是讲橄榄路若无伫厝诶，啊，就后摆再过来就好啊，不会起烦恼诶。现在就很正常的这样，哎、欸，伫这搁较去红绿灯遐，伊我看有伫遮卖菜无？石秋梅伊大部分拢会伫迄个红绿灯车搁过，直直走，我们直直走也有路啊，就伫迄个右边遐，我看有伫遐卖菜。我看卖啊，啊，吴凤娥啦，这个吴凤娥啦，啊，我走偌久无看啊，你即摆变做无同款，你是阿弟传讲。啊，我哩讲吼，安那讲吼，啊，即摆阿扁有乖无？有啊，阿扁有乖吼，啊，所以安尼会动啦吼。嗯，系啊。会啦。我就是去罗啊，石秋梅有无？嗯。啊，无伫厝诶啊，伊甲我讲有时会伫遮卖菜啊。系啊。你啊坐倒过吼。那家己坐无伴搭搭只。啊，你即摆还阁有加减间歇一下无？无啊。无吼，啊，身体有去看医生无？有啊，我懵拖个尔啦。啊，就是安尼啊。我你的祖母对我上好啊啦，我来关心我安怎样啊，安尼，有阵你啊过啊才把我看见安尼，嗯，伊当我关心我啦，对我家庭吼都好个。安尼，那有讲迄落啊什么，你都再搁联络一下安尼，好，啊，我即摆有甲你讲啊，二十几号我会伫遐。好，来联络处遐，好上人甲你，哦，无好师傅，精神师傅甲你接吼。12月26号哦，礼拜天哦，礼拜天，好，12月哦，唔是即马吼，后个月，12月26号哈，啊师傅会发，就是大概迄个祝福红包啊，吼，都甲你接好一下，好。那个爱的存款，你平常你就是要跟他们多一点的互动啊，多关心他们啊，然后他有心事他就会告诉你。其实像这个刚才这个吴凤娥这个感恩户啊，哈，他也是啊，他有什么事情他会告诉你，有人怎么样我都会用上人的法，反正我都讲啊，我们咱拢是无亲无戚无迄落的，啊，就安尼甲你关心，啊，咱咪会当用安尼去关心别人啊，吼。年轻时，沈宝庙宇先生在宜兰市场卖鸡鸭，生意好到可以批发到台北的环南市场卖。过去他只知道赚钱和花钱，没别的目标。直到30多年前认识慈济，他开始有了不一样的想法。这个以前是在家做杀鸡鸭的工厂，然后后来我收起来之后，就马上成为环保点，这样，然后环保点也成立了，现在已经有30年了。上人开始呼吁大家要做环保，我们就开始成立了，这样。然后刚开始没有那么多嘛，好啊，就渐渐的，现在整个社区都会拿来这里。上人说用鼓掌的双手开始，然后我就尴尬啊，对哦，对啊。这个也是让地球比较干净啊，然后以前的是真的是很多，满街满都是，现在都很少了。就像你现在年轻人，他们也要赚钱啊，对不对哈？啊，所以他们现在要来分类，他们可能比较困难一点。所以上人一直鼓励说，亲近在源头啦，还有就是说家家都是环保站啦，哈，能够把它分类好的再拿来。那我们就可以省很多事了。这个现在确实是有那个年轻人哈，可能是少子化也有关系啦。然后他确实是有一段，我们现在都是年长的比较多。然后以前啊，我都觉得我40岁还好用，但是我现在60几岁嘛，感觉很好用的哈。
我的周围人说，欸，你做主持人这么有耐心这样，我也不晓得，可能就是缘吧。我做30年了，我完全没有想到一种那个退役，完全没有啊，完全没有退役哦。到现在虽然是我们有一些方式要改变，但是我也没有那个名声退役，完全没有，就想说我都做到最后一口气，不会做的就拜拜，就这么洒脱啊，对不对？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啊。这都没有，还没有结婚的时候，这本应该全部都是年轻的，还没有结婚的，好好笑。然后都穿的很短的裙子，你看迷你裙，都超短的。以前都是流行那个迷你裙啊，都是。我嘛笑脸鬼啊哈，然后都是穿的很短的裙子啊。照片看一下，看是不是在这里？啊，这里有找到了。这个把它拿起来，你看，小学之前、国小之前、国中毕业、国中、高中，然后高中大概这个大概20岁，我不晓得。我以前真的是很爱漂亮又很虚荣啊，所以他白沙就像白沙伊的讲，这是都没人穿过的哦，第一领，然后第一个，好，那我就这样定了。这很麻烦，你看我所有的照片，每一张都是不一样的衣服，不一样，所以很麻烦的事啊。所以哎，想到说，哎，可以穿制服，太棒了啊！只要出门就是穿制服啦，我可以省很多的时间跟制装费，都可以省下来。哦，要不然你看又要去做头发，又要去给人家怎么样擦指甲，好，然后还要去穿的那个衣服很难挑哎，要。你的那个身材要合适的，穿起来又 OK 的，很棒的，那很麻烦，真的。我现在想一想啊，挑那个衣服啊，还有去洗头啊，有时候要等了好久，真的很麻烦。所以现在我觉得上人真的很棒。你看做慈济事，我头发这样一就绑起来就好了，竖起来，然后就自己可以打理了。真正内外拢爱心，内心呢爱去掉烦恼，外形呢真正爱甲人较亲切的。那会当安尼甲人得真好缘，那自然呐就会当福德庄严。这一段上人在讲，还是讲姻缘呐，哈。那这段。伊讲吼，人生若是心要够好，就是爱一念吼，就是把这一念偏，一定要，就是要走正路，不要走偏路了哈。因为我是肺部的问题嘛，肺部有肿瘤也是不好的。那已经半年前，就是去年的3月开一次刀，然后9月也开一次刀。就右边开掉了，左边再开，所以是半年。所以我哥哥常常说：“你就勇敢呗，半年开两间大刀，就这样。”然后不过我是很自在了，我认为说他既然是要来跟着我，有一定他的因缘嘛，哈。那我出门会跟他讲说：“我今天要去做什么事，如有功德，我会回向给你哦。那你要让我平安，就这样。”啊，我就每天都很平安，只是会喘啊，这是。自然的现象，很喘这样。我们的净思堂也快成立了啦，哈。我们是不是应该渐渐的要有人来学习这样？因为我们嘛年会较侪啊啦，哈。然后最近身体确实，你看我那讲者都会喘啊。我现在会比较喘。然后昨天上人问我讲，啊，你身体还够好哦？我讲，上人我是足好个啦。啊，不过吼，我现在讲哈，我今嘛就是较会喘。我稍微你看就安尼消化他这里都一串啊，然后背楼梯嘛开一串，可是咱遐咱联络处就是一直爱背楼梯，好，我嘛一直背啊，足奇怪，我身是不累，但是我就是会喘，
就好串的，你看我那刘阿公话都拢会串，会串安尼。所以我现在就是尽量较卖讲话一个，较卖爬楼梯一个，安尼尔。其实在做当中嘛是在修修家己，真的是人与人，上人公奶奶入人群，为什么要入人群？所以每个人的观点，哇，咱吼底下真正生活组嘛真靠啦哈。一定爱大家分享，共同来合作，没有错，安尼才成就一件事情。因为每个人他有他的优点，也有他的缺点啊，对吧？啊，咱都甲扣伊的优点，啊，无做过，我都来学，安尼都是对啊，对是安尼，对。该来的就去接受，可能我有听上人的话，该接受的咱都去接受嘛，哈，该来的因缘果报嘛，就跑不掉，我就是真的这样，所以我完全没有恐惧。是不是因为这样，然后我的好朋友认为说，这个都有真的在做利益人群，所以他也一直都在很护持着我，这样应该是这样啊。上人曾经讲说，经就是道，道就是路，路就是要人去走嘛，那你就是要去做啊。所谓的去走就是要你去做好，所以经很总而言之，你经就是你要自己身体力行去做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路嘛。虽然身体这样，可是我觉得就要把握每一分每一秒的去做，才是我走到我摊丢啦，做到的你就赚到了嘛。如果你没有做，你就看别人在做，那种感觉体悟不出来的。病是怕豁然开朗的人，他很豁然，很豁然，所以病不会从他身上找到他的数据宿住在那个地方，因为被这个豁达开朗的心情把他淹没掉，盖掉或怎么样，对。所以他我觉得他很什么，很自在，很坚强。因为素食让我身体很健康，要吃素，真的。所以一定爱鼓励大家吃素食，对身体较好，较健康。免惊营养无够啦，你就多方面的摄取，就营养都够啦。不能单一的食物啦，你要多样的，简单就好了啊。然后上人嘛，光简单就好啊，啊也不需要为了三餐安尼无闲干呢。我感觉今麦听法上重要嘞，不是我改变而已。我觉得因为很多人听法之后改变了很多想法，包括以前若讲到生死啊，吼，会惊对吧？现在根本都很自如的在谈生谈死，死啊，没啥啊，对吧？所以现在可以很自如的谈，这都是回收，全部回收，这也是啊，这都是所有的看到的，现在看到的全部是回收，所以做环保嘛，好一步，你看，洗，你给洗起来，自己买的非常少。这个几乎都是，这也是，都、就是安尼啊，所以一点点到本就好了啦，不用很多钱啦，还是这样在过日子啊。好，烫地瓜叶，很棒的地瓜叶烫好了，好，安尼，好安尼啊，唔过陈启涛，好了嘞。从接入实际上人一直教导我们，人生就是付出短暂的，你要对人群付出，然后你自己要保持一个心情泰然宽松的心态，去面对所有一切逆境会怎么样来源，这真重要，我好感觉安尼。三十多年来，神宝庙除了担任访视志工，也参与国际赈灾，
还在自家设立环保点，虽然身体病痛不断，但只要有慈济事可做，他都把握因缘不空过。因为现在南门园区啊，哈，就是咱的宝塔嘛，对吧？啊，咱宜兰最期待的地方啊，咱嘛希望这些工人哈，看到我们是这样在做哈，也当引导他们，以后工地人文啊，工地文化也当带动他们，真的是很爱跟工地的整齐呀、啊，看到咱这清洁，因做着嘛真欢喜呀。这吼爱真洁清。啊，最近拢落雨，较无来，啊，搁刷落去吼。我们的活动最近比较多，我是没有活动的时候，就赶快来这里清清贼。我有点喘了，我还休息着嘞，因为哈真的是现在体力也不没有办法比人家强的啦，然后刚好自己的状况啊，所以哈爱休息着，照我话都够继续。但是我会把握任何的时间呐，真的是这样，我一直都在把握，因为人生不知道什么时候无常来啊，啊唔知呀，啊来。所以我要分分秒秒都需要再把握，真的是这样。宝妙师姐，我以前吼听人咧讲是讲啊，伊咧甲伊做伙什么款，我讲我感觉吼人呐做伙久才成吼好大点。啊，伊个人有啥，拢甲你讲正经，因为伊是师父的好弟子，伊发入心，所以伊伫讲的话是拢正确的，伫甲咱教。所以啊，咱若听有个人讲是妙法，啊听无就讲是是非嘛吼，就讲感觉讲啊，伊真严嘛，嘿，啊会怕讲甲伊做伙，互伊严安尼。啊，我是感觉讲会做伙，伊甲咱讲是对的，咱就爱加学啊，对吧？啊，因为我是较唔捌啦。啊，咱若甲伊做伙加学真济，我感觉伊是一个信用干部，有正经、是师傅的好弟子。这吼，我常常伫甲赞叹。我讲伊是足勇敢的哦，你看伊的身体安尼，但是伊嘛无想讲吼，要害大要替要办大，伊无啊。人生本来就是生老病苦啊，啊这个。你无做主者嘛是会破病啊，敢讲做主者才破病吼，对吧？啊，所以不会怎么样诶。以前还想着讲啊，厕所哈垃圾我卖入去就好啊，对吧？比较想到自己啊，现在就想到说，啊，我还当为大众服务啊，真的很好啊，可以利他，那种感觉真的很好。就都是安内啊，所以改变了我的看法了，现在不一样的，所以我很感恩呐、啊，真的是上人公吼、哦、要有付出无所求的心，啊，我现在真的就是这样，然后又可以广结善缘呐、啊，先把上人改改能改呀，要广结善缘呐、啊，啊，我刚刚洗厕所哈、哦，是一个非常可以结善缘的好地方哎。你看我家的近视鱼，你看，所以哈、哦，真的看这些近视鱼哈、哦，真的可以勉励自己，能忍而不计较，则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。这个真的就是每一句话都好像在说我耶，因为我们来工作就是蓝裤嘛，那等一下要去访视，所以我就必须要换白裤，因为身份不同了。等一下又是去访视的志工，那现在这里是我们福田志工。所以不一样。
就是大，我无过节。安尼都好，安未歹，未歹，未歹，嘿啦，安尼真好啊，安尼真好啊。这拢你看吼，拢会迄落迄落水啥垃圾水，哎，唔通哦，嘿安尼会加吼。我甲你讲，唔是咱都家己倒掉，安尼水爱甲倒掉吼，安尼才袂生蚊虫啊，你知无？吼。啊，你都温温哪做，温温哪，温温哪迄落啊，嘿。慧兰，好，快当开吧。我们是以前也是感恩户，很久了，86年到97年，当初宝妙师姐他们也是有来关怀我们这样子。我是觉得说哈，我们慈济在做慈善这一块哈，不是只有说金钱上帮助，好，最重要的是精神。精神上的陪伴，就是很多师姐这样一路听我倒垃圾，我才能够撑到现在可以反转。本来是接受帮忙的，我现在也可以出来帮忙别人这样子。你看，看这个，外面的风景就好像自己的人生的风景，是真的这样啦。对，你自己哈，现在尤其上人现在都讲要盘点自己的人生，确实是哈。你看到这样的好风景，然后我们要留下来，然后自己不好的还是把它去除掉。就像我自己一样啊，其实以前真的实在是，我觉得那个。不值得那个再回忆了，然后现在往后看真的好美好美哦，我现在看到每个人啊每个人事物我都觉得好棒哦，好美哦，真的值得学习，值得修行，然后外面的风景这么漂亮，我们应该往后面往外面去看，然后自己的内心真的是要多学习。外面的人看到我们，就是都是看到慈济人，一每年的三米郎是三米郎啊，他们一直认为说你怎么那么忙，你怎么那么忙，一直都在做，一直在做。其实那上人其实一直叫我们也要进，现在真的是要修心的时候，所以趁这个时候，我们也有看一点，真的是品书会，我们有入心的。真的很棒哦，能够把休息的时间多看一点书，多把入心，我觉得很好。我觉得心静下来那种感觉也蛮好的，真的是很好。啊，其实我靠，那一直走一直走啊，那吼，那个时候是心会比较浮啦。那现在是真的有把心静下来，好好的修心，也是很好的一个法门。